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，我是阿美美，欢迎来到阿美美败家清仓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装饰品啊，那就是熊猫或是猫熊啊，应该都一样了哈、啊。那就是一个经典的熊猫头啊，来啊，猫熊啊 ，PM0073 哈、啊，猫熊头啊，20个100块。那这个猫熊头就长得什么这个样子哈、啊，这有点立体的了，不是平面印刷的哈、啊，这是塑胶射出，但是也立体的啊，那就可以粘在一些东西上做装饰啊，包括粘在鞋子上面也是个装饰啊啊，这之前我们是粘在衣架上的装饰。对，那时候做，虽然说做小孩子的那种造型衣架，对，儿童音乐衣架这样子。对，这一个啊，这个就是。我们多的哈、啊，这个就是，可以当其他的装饰哈、啊，不见得弄在衣架上面哈、啊，所以我们也拿出来清仓一下啊，对，啊，那当然有很多人好像也蛮喜欢这个，猫熊的哈、啊，那如果喜欢猫熊就可以买几个回家哈、啊，因为这个是一堆嘛，120个100块哈、啊，那可以拿去，大量的把它粘一粘哈，包括你的房间门呐、啊，包括你的那个什么，类似那个卫生纸套啊，什么都可以粘啊。想粘就粘嘛，到处粘。对对 对, 對你也可以送人呐、啊。那也可以送人。对 对, 對实惠大方。对对对对对，100块就买20个了。对，那个送给十几个朋友。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，猫熊啊的一个装饰啊，塑胶的啊，印刷啊，就介绍到这里。那喜欢的人，请到我们露天卖场下标。拜拜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